一名女子倒卧在地，身旁还有大批警力及救护人员。6月15日晚间10点左右，台中警方接获民众报案，表示大里区大明路与永隆路口有民众打架。警方获报，随即派遣快打到场。经了解，为同行有人发生口角，现场陈男情绪激动，不断啜泣。民警见状，立刻上前安抚。怎么了？可以帮我们让他冷静吗？好，你，我们是他的朋友。警方到场后，并无打架情势。经了解，本案为同行友人因工作问题发生口角，一名女子情绪激动，身体不适，由119协助送医就诊。另一名陈姓民众因情绪失控，遭友人压制，避免其受伤。由于陈男情绪激动，警方当场实施管束，并将四人带回派出所协助厘清相关案情。这场朋友间的争执不但惊扰周遭民众，也惊动警方出动快打部队。所幸整体事件并无造成任何人受伤。